方子，这里是贵州黔东南马鸟村，也就是锦鸡舞发源之地。马鸟村也是苗族，苗族又分很多种，这里是锦鸡苗。今天我们刚好赶到这里，他们在跳锦鸡舞，咱们去看一下吧。他们正在穿衣服，等一下要采芦笙的。锦鸡苗他们的衣服需要穿一个小时才穿得好。锦鸡舞是一种民间传统舞蹈，锦鸡舞发源于贵州黔东南丹寨县雷山县。马鸟村的锦鸡舞是发源之地。听当地的老人家说，以前有锦鸡救了他们的祖先，后来他们崇拜，每到逢年过节都会祭祀锦鸡，锦鸡就是他们的图腾的象征。他们的衣服也像那个锦鸡一样的，都是自己家每家每户自己做的。没有那智商不能吹，没有那杯酒不能喝。我走在黔东南的七月，清水江东青我，我登上那月亮山的山顶，听远古的传说。贵州有很多民族风情，还有传统文化，我会去拍摄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 TV。